猫几个月发情。赵一强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内科专科医生。公猫在一到六月龄的时候发育体内器官，性器官也就会发育成熟，所以通常公猫首次发情都在六月龄以后到十二月龄之间。公猫发情以后会有一些粘人、围着人脚边转的表现，晚上可能会有嚎叫的表现，有些公猫也会出现乱排尿、乱排便等标记性行为。有一些公猫没有见过发情的母猫，由于体内雄性激素分泌水平并不是太高，发情可能也会晚一些，但最晚不超过 1.5 岁。而对于一些廉价的猫粮内可能含有的生长激素，就会导致幼猫提前出现性成熟的表现，这样对幼猫的身体损害比较大。因此建议主人最好在幼猫发育期间给予品质可靠的猫粮。